老公啊。啊？怎么了，老婆？你叫你哥来跟我们一起吃呗。叫我哥跟他们来跟我们一起吃。对啊。为什么要叫他们来跟我们一起吃啊？你看我们自己吃就好了，这么好吃是吧？有好吃的就要大家一起分享嘛。可是现在我们一家三口在一起啊，相聚的时候是吧？你不想跟你哥一起去聚吗？真的是两个人喝酒多好啊。那他们去的时候是另外一时候嘛，我们现在一家三口就是一家三口嘛，是吧？哎呀，你快点打电话叫他一起来吃嘛。哎呀，要请他们吃也是别的时候嘛，是吧？今天晚上是我们一家三口在一起的时间，是吧？请他们的时间多了去了以后，是吧？天天都是时间的。哎呀，就要今天一起吃嘛。哎呀，你快点打电话了。我发现你有点反常哎，今天晚上啊。别的时候啊抠抠搜搜的啊，他们去我们家、啊、你都觉得很抠的，什么都舍不得给他们吃，那今晚怎么就舍得让我叫他们来一起吃了呢？啊，你是觉得这个很好吃想跟他们一起分享吗？怎么可能，怎么那么反常啊你、嗯、我让你叫你就叫嘛。啊，哎呀，我现在就想我们一家三口在一起，你看我不想让任何人来参与我们现在、啊、你要不叫我，我自己打电话叫你嫂啊。你嫂为什么你要叫他们嘛？真的是啊，你傻呀。啊，等一下买单让他们买，那这顿我们就白吃了吗？哦，他是大哥，父亲应该的呀。原来你想叫他们过来一起吃一起分享，原来是叫想叫他们来买单的呀。不然你以为呢，那么好吃的东西我干嘛不自己吃还要叫他们？哦，我们吃东西为什么要叫他们买单呢？啊，我们一家三口在这里吃，我们就在这里吃，我们自己吃自己付就行了。可是花这个钱了，我心疼得很，心在滴血啊。哦，心疼你早的时候就说啊，你不要吃完了才说心疼啊。啊，吃了要付钱了你才说心疼、啊、哎呀，你快叫他们来嘛，等一下他们会买单的。没吃的时候你怎么不说心疼啊，还叫他们来买单，你这个人哦，心机真的是好大，好心机啊。啊、你能不能站在我这边？这么有心机 啊！我家人，就算我家人来啊，我也要请的。我告诉你，你请个屁啊！你请，你们的钱还不如拿给我买个衣服、哦。那本来呀、啊，我都没有请我家人吃过饭呢啊！之前叫去家里面，你都抠抠搜搜的。那一般都是大哥请啊，哪有弟弟请这回事啊？哪里有大哥请、二哥请，没有那回事。有。没有，反正就是我们三一家三口在这里吃，我们就直接在这里吃。你要不要叫他们？不要叫他们了哈、啊。我叫，拿手机来。别叫啊！叫他们来买单。你怎么说啊？叫他们来，你怎么说让他们买单呢、啊啊？那我们说我们吃饱了，然后就直接走了呗。哦，我们吃饱了就直接走。哦，你这个人脸皮好厚啊！叫他们来了，然后你说吃饱了就走了。那老板要是来收钱，他也不好意思不给吧？哦、那你就假装一下啊，我给，然后最后让给你哥付不就行了吗？哦，你走你都不先付钱再走吗？啊，你要留给他们付钱，你这个人哇，心机真的好大呀、啊！你的心机啊，快点打电话了。怎么这么有心机啊？我这是在为我们家省钱。我不省这个钱哦，我告诉你，我不省这个钱，我不打啊。哦要吃，快点吃！我们一家三口在这里吃这么幸福，你总是想我跟我嫂他们干什么啊？原来是抢他，让他们来买单，怎么能有你这样子的女人呢、哦，老婆？原来你之前抠抠搜搜都是，啊，都是舍不得，现在更是这样子哦，要不得，我觉得你这样子不行，老婆，知道吧？我这个叫会过日子。行行了，你如果呢，你要做善事以后呢，你就，啊，有时间请他们一次。行吧，就请。让我请他们。对。你做梦吧。啊，没话跟你说了，老婆，我都没有请过他们呢、啊，啊，你也没有请过啊。每次在他们面前就是抠抠搜搜的，他们都知道你是一个抠抠搜搜的人。哦，像这样，就算你打电话叫他们，他们也不敢来哦，我感觉。有什么不敢来的？你就说你请啊。我请，好意思吗？啊，那你先走了，你好意思吗？你都不付钱，你就先走，你好意思？那我们等他们也可以啊。嗯，算了算了，嗯，我不叫啊，我不叫。